高龄夏天六月份呢，有一夜呢，我就出街搭电梯，在电梯一下就稳得噶啦。结果呢，就楼下的管理处呢，就直接啊，就在闭路电视睇到我稳得，稳得呢，就结果就打电话，就被保安处。咁啊，當日我哋喺控制室嗰度收到大堂通知咧，就發現咗一個伯伯就倒卧咗喺二座21楼嗰啲大堂嗰邊嘅。我馬上去到現場啦，去到現場之後咧，咁啊見到伯伯十分之虛弱，咁啊初步了解過咧，應該係血糖低啊，導致到個身體虛弱而暈倒。咁啊當時我哋就扶個伯伯入屋啦，跟住俾佢飲少少可樂啦，並代補充翻個體力。跟住同時咧，因為以防萬一，咁我哋就 call 咗救護車，咁啊送咗伯伯去醫院嗰邊嘅。咁啊喺我哋平時嘅 training 裏面咧，其實都包括一啲急救嘅常識啊，或者點樣去處理呢啲咁嘅 case 嘅個案嘅。我就寫封感謝信咧，俾管理處。我多謝呢個自己，多謝保安部的同事，幫我昏迷的情況下咧，幫我救出來，然後捱咗十幾車，所以我就渡過了這些難關。国内区又帮我联络了，社会福利区就帮我安在平安中，一直到现在，社会福利区呢，个个月都来探望我，我好多谢。另外就伯伯都写了一封赞赏信俾我哋，咁啊感激我哋救咗佢啦。咁啊，其实我觉得呢啲系我哋份内事嚟嘅。我好多谢佢哋，佢真系好负责任的。